一枪快点，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刚刚有个人从那儿跳下去了。啊！哎，快点！喂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是不是有人掉下去了？怎么办呀？有人跳下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是不是有人又出事了？是哪儿呢？跳到外边去了。 他应该是从这儿跳下去的，对吧？但是没人，那我们继续吧。那就继续来吧。要跳舞了吗？我看你们都是第几名啊？你第二名啊？他是第一名。谁是第一名啊？他是我们玫瑰酒店的经理。我第四，第三名。我是第五名。 我最后呀，我第十，我是勉强进来的，是吗？不是，你叫踩线入围，你是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难怪我今天穿。齐了吗？人？齐了，齐了，齐了。哎，没有齐。还谁呀？还少一个人吗？少谁？哦，对，上面还有一个，但是他说他叫萨德巴。 其实我们今天没有邀请他，但是他运来了，不是他刚才你把他酒洒在他身上，我让他上去换衣服了吗？那如果上面有个人，那就找找呀。但我们刚才看过了，没有。他跳下去了吗？刚刚外面上面当啷一声，咣当一声啊。但是咣当一声，他戴着面具也看不见他长什么样呀。 你们有当啷有咣啷有咣当，你们听的是同一声吗？到那边去看看，我们先去看垃圾堆吧。来吧，先看一眼。他应该是从这儿跳下来的。哦，这里没有人呢。人呢？哎，我们刚才是看见他戴着面具掉下去的，他下来就摔到这儿。快来！ 咋啦？啊？什么？快来！咋啦？什么？你们有优惠吗？怎么了？